Model C 挂了纳智捷的 logo， Model V 的车尾是一个闪电，代表是红海最前方。手表就是走机里面的画面，然后按拍照钮，效果其实超好的。按一键，流星雨，看流星雨。动画效果应该也有，记得烟花也是。对。更多精彩内容，锁定晚上10点《地球黄金线》。